就在法庭审理这起案件的当天，印度又爆出一起强奸案。印度比哈尔邦瑟赫尔萨市的一名女护士去市场买菜时，三名歹徒从背后袭击了这位女护士，并将她拖拽到一处荒凉的地方实施强暴。警方表示，目前案件正在调查过程中，三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控制。